动身。下雨照样深入大街小巷，民众热烈欢呼，送上好彩头。朋友以连日造访绿营票仓，强攻三重芦洲。哇，足爱下面到底咧，我足爱来三林埔百乐族来下面大家行行。锁定传统绿营选区，主坛拜票争取支持。侯友宜脸书也抛出7年政绩，检视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到现在，运动中心从无到有，汽机车停车格也逐年倍增。不只要比政绩，两人选前置业地点都选在角逐新北必争之地板桥，相隔不到1.2公里，较劲意味浓厚。大家各自努力吧，我也知道老县长会请了很多的大咖，因为他们讲过嘛。新北赢，他们就大赢了。那面对大咖赢局，侯友宜永远只有一个努力的方向，结合所有的市民跟我站在一起。屡屡遭绿营抹黑，从炒新庄地皮到大群馆逃漏税，侯友宜坚持正向选举，从空战到陆战，关键时刻一票都不能少。不但要催票拉票，最重要最重要是要风雨无阻出来投票。最后关头，北神探声声呼唤蓝军团结，力拼3票守住新北。记者纪冠宏、温如轩、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